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集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507集，今天还是给大家做 SS 系列86号里头，它其实还有一个小序号，第14号的乐色星人，先前也有给大家做过乐色星人啊。然后在动画片里头的话呢，他们应该都是同一个种族的啊。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呢，哎，我拿错了，不是这一款，应该是这一款啊。其实它的名字呢，应该叫什么名字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还是叫他乐色星人好了，因为在动画片里头呢，他是有亮相啊，然后两个的话呢，就是表演一个你骑我，我骑你的一个镜头。那先前的话呢，我是还没有知道说这款会推出，那还好说我没有当时没有跟风，因为当时有很多朋友们呢都买了复数的这一款乐色星人一号，然后自己骑自己。那当时因为没有跟风嘛，所以我等到今天啊一块。两个都同时给入了。这一款的话，我个人是比较推荐。虽然说两者是一个小小的改模，但在诚意度上还是算是可以的。主要的改变的话呢，在车子的后半部，也就是人形的下半身，其实是完全是同模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细节啊，基本上就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分色上有些许的不同。那么从车子后面来看。这个连武器的话呢，也都是完全的模具啊，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但是在上半身的部分呢，人形的背部啊，就是这个地方，两者的话呢，大小的话呢，就有一个差别了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二号的乐色星人比较大一点点，然后它的车子的车子的这个，也就是人形的手臂的部分，它的话呢，则是多了两个像是臂盾啊，这边像是一个小盾牌，然后这边的话呢。可以说是一把枪的一个臂炮的一个感觉，所以在车形态下，它的一个重量感可以明显的感觉得出来啊。虽然说没有很精确去量测，但是光是这样看，你就觉得它的一个前半部厚实的非常的多啊，或者从这个地方一个穿透的一个镜头也比较多的，然后它的话呢，包覆的一个程度呢就明显相差非常的多。那么它的轮胎的滚动性呢，其实它附的轮胎呢有两个，它的组合的这个卡扣啊，轮胎的粗度呢有一个粗一个细，如果是细的话呢，它的滚动性呢就会很好，如果是粗的话呢，它的滚动性呢就不怎么样了。那同样的情况呢，其实在乐色星人一号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这是比较粗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轮胎，这是比较细的。比较细的话，滚动性是比较好的。那这个没有这个来的 OK。那这个我认为是个案吧。然后脚的这个部分都是有这个支撑的一个架子的。所以说呢，平常如果用载具的形态来摆放也是非常有架势的。我个人喜欢哪一个的话呢？我必须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比较喜欢拉风、比较酷炫一点的可能先前这一款。它感觉是比较利落，而且它前方有两个一个火炮，那这个流线型的话呢，也比今天跟大家做的这一款你可以感觉到它的一个线条是更加的流利，还有一个火焰的涂装，那可能比较性格比较强烈的人会喜欢这个，但是如果你比较喜欢古典一点的一个重机的话呢，可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一款会比较合你的口味啊。当然两者的共通的缺点啊，都是下半身，人形的下半身都是一样的。这个空洞呢，还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一个缺点，以及它这个地方啊，确实是有一个裂缝啊。这个的话是从一号乐色星人就已经有了，这个呢再怎么调整的话呢，这个空洞的话呢，还是都会存在的。那我们在变形之前的话呢，也给各位展示一下，它里头所出现的一个乐色星人骑乐色星人的一个画面啊。大小比例的话呢，其实人的话呢，还是感觉比摩托车的还是偏大了一点点，但是我是觉得也无所谓吧，你不要太认真去计较了啊。然后的话呢，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吧。首先呢，武器呢，把它给取下来。那我个人习惯吧，先把这个锁扣给解开，然后两侧都一样啊。解开之后呢，先把这个脚里头的这个轮胎呢给拔出来。拔出来之后呢，这两个起落架按下去啊，脚直接打正就可以了。然后呢，这个脚底板放下来，这武器呢先拿到一旁去。再来的话呢，我的建议吧，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手部的部分呢，这个地方一样的，把里头的这个轮子呢给拿下来。再来的话呢，我们将它的这个手啊，它这个地方啊有个组合卡扣在这里，把它往下搓就可以了，就可以往下搓，它就解开了。解开之后的话呢，我们把上半身
给翻出来，整个上半身呢给挑出来，然后呢这个头啊从内部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的话呢，一样整根的这个部件给翻出来，然后呢往前面推足推出来推直，然后呢把这个手臂啊从这里由内往外给搓出去，这个地方给整个的给搓出来，这里是一样的，转一下把它整个给搓出来，我们需要把里头的空间呢给腾出来，然后呢这个把手整个推到后方，这个挡风玻璃算挡风玻璃嘛，整个给压下去，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把它的这里是要往这里内部折一个角度上来，到这边呢你会看到在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位点，我们要把它推到前方来跟它做一个结合，这边也是一样的，到这里就可以把它的锁扣给扣上了啊，这边到这里往上推一点啊，把它给扣上去，然后这边也是一样把它给扣上。我反而觉得这个从人变成摩托车还好变一点啊，这可能我习惯的问题，最后就把这个地方给往上推，然后呢这个地方给折过来扣进去，在这个地方它中间等于是一个，你要说它是连接杆嘛也是可以啦，只是它这个连接杆的话呢比较粗，而且分成很多段啊，这样扣上去就完成了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上半身是有点小凌乱，它的手臂啊这个地方就这一块是新多出来的部件，你往这边扣的话呢是不正确的，你看到这里是有个勾形啊，应该是一个弧形，弧形要过来跟它做一个咬合，所以我们只能从前面这个地方扣过来，然后呢再把它给转正。然后呢这个拳头呢从里头翻出来的话呢个人觉得这一款的一个松紧度呢比较松，我的一号乐色星人呢这个地方要抠出来的话呢不借重道具是不行的啊，一样这里一样是有个沟槽，要从这个方向过来到这边把它给勾上去，转到这里，然后呢这一侧把它给翻出来，这一侧的比较紧一点，但是呢也还在我可以把它抠出来的一个能力范围啊，这样子。那最后它还有一个地方要做一个调整，就是它的这个头上这个角啊，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可以往后推往前伸的，那变形成摩托车的时候呢是要把它往后推才能够方便我们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收纳。那么呢这一款这个乐色星人二号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完成了。能抽这个它的合会的话呢是告诉我们呢两个轮胎都要装在腿边啊，这个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它的这一款的话它的一侧像是一个臂盾啊，另外一侧呢可以像是一个手炮的一个感觉，所以呢它的轮胎的话呢就自然而然的是要放在两腿的侧边，可能感觉比较合适一点。那它的关节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都还算蛮偏紧的，那玩起来的手感算是还不错。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变形成人之后的一个样子。那这个轮胎啊就提过了，它这个比较细的这个组合的这个凸呢你再推它是可以转得动的，那么另外一侧的话呢就基本上没办法正常的推移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头雕，最近不是南韩的总统刚换人嘛，我怎么觉得它有点像文在寅的感觉，还是我的错觉，韩国人的中年大叔都是长这个样子。那一样是戴一个墨镜了啊，那这个对比一下先前的乐色星人一号好了，我们两个把它放在一块，两个谁比较好看，这个一样啊，我很难区别谁比较好看。如果单纯以面雕的话，我是比较喜欢这个有特色的有俩八字胡的这个一号。那他的胸前的话呢就两个这个奶泡嘛还是什么，就是感觉起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造型是比较有机械感的。那他上半身的话呢先前的这个模具它是就是干净的两条胳膊这样的比较干净，然后这一次的一个新的二号的话就是有臂泡，谁比较好这个真的是很难说，我个人感觉吧两个都可以同时入了，这个算不算骗钱啊，我就是给他的评价就是这两个人物的话呢一起买，我个人觉得不会说那么心不甘情不愿啊，这一波的改模我是蛮认可的。然后我听说好像有台币999一个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蛮推荐这个已经可以入了，那比较好的一个玩具，我觉得摆起来也简单，变形容易，造型在人形跟摩托车方面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介绍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